原来是我之前察觉到的妖力，你是谁？悲渊海，赤恶阳，大天魔。这种时候，怎么还有大妖在光明野？难道吴兆说的竟然是真的？辟邪王不在王城之中。吴兆，你和他一同打破了光明野的屏障。阵法那些琐碎之物。 是人族的小玩意儿，还入不了我们的眼。不过以人而言，吴兆的确够强。等踏平了辟邪城，我倒是可以考虑把他带回悲渊海，收作部署。来吧，我们打一场。不管你是不是辟邪王，至少是一位王族吧。我早就想见识一下了。 来了，妖力有些古怪，比我想象的弱很多。 原本我听说有个人族想要对付辟邪，就觉得他根本是痴心妄想。可如今看来，辟邪倒也和传说中的不太一样，真是不去，枉费我还从悲渊海带来了一众仆人，想要在这里见识见识。<笑>每回我说要来光明野。 那群老家伙都劝我谨慎一些。当真有这个必要吗？你带着这么多的魔器入光明野，只是想找点好玩的事？不然呢？我又不像吴兆，和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。我辟邪知道是我在魔域打探消息，又把天禄城的事告诉您。 怕是杀我万次都嫌不够。至少现在你还活得很好，而他们却是危机重重。那只辟邪，今日就要死在赤恶阳手中了吧？不，他不会死。可那毕竟是大天魔，仅次于始祖魔的存在。虽然赤恶阳也是在百年之前才得到悲渊海那群老东西的承认。 力量比他们还有所不及，但终归是真正的天魔。天魔又如何？我对那个人比你们了解的多，他不可能会死在这儿。哪怕撑着一口气，他爬都会爬进辟邪王城。真要就这么死了，未免让他太好过了。这。 要是辟邪还能有一战之力，那赤恶阳带来的魔，会不会损伤太多？万一悲渊海那边怪罪下来，牵连到我们，怪罪，那也得他有命回去。何况魔这样的可憎可避之物，当然也是死得越多越好。 辟邪的斗志倒是令我惊讶。不晓得你的那些长辈有没有告诉过你，有的事情不能随便玩。哎，你还想如何？让你的那些喽啰滚出光明野！他们很久都没有出来动过筋，我可不想管束太多。何况。 这里除了我们，也还有其他魔族，你们又何必苦苦挣扎？靠北，三次。
抓到啊、哦！抓到你的时间点哦。有意思，我改变主意了，就让孩子们自己玩吧。我不进辟邪王朝了，今天到此为止。百年之后，你会长成一个很好的对手，那个时候我们再比过。之约，自从你带领魔族踏入光明野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已经是不死不休。不死不休吗？可以，死的绝不会是我。你再没有后悔的机会了。我。OK， 旋风斩是吧？你躲掉。啊，终于。皇上，魔太多了。霓裳他们呢？皇上，朕书那里。真是凄惨。你大概从没想到有一天会变成这样。即使是再强大坚固的城池，只要一个合适的契机，也会面临倾覆之灾。无昭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如果是要我的命，那现在就来取走看看。命？你只要痛苦就可以了。看着老迈的陨落，看着新生的死去，
看着所有一切化为灰土，面对催绝而悲鸣无力，你只需要这样。虽然总有一天我也会令你们全数死去，但你我都很清楚，这样的交战还不足以让辟邪和魔族真正灭亡。清雪姑娘，不要为我耗费灵力了，这伤也不是很重。别说话，赶快休息，等一会儿恐怕还有大战。谢谢。这是最后一处了，受到王的力量所庇护之地。若是朕书真被毁去，一定要辟邪王的妖力才能运转大阵吗？法阵虽然是由人族布下，但其中注入的力量必须来自于王，其余辟邪却是难以支撑。昔年诸神还在大地上时，辟邪族也在人界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。那位夜神阎罗曾经说过，辟邪王皆是轮回之中杀戮深重的灵魂。或许这世间高远深邃处，却有我们不知道的法则。清雪，这一回是我们连累了你。为什么忽然这样说？承载荒魂所用的辟邪之骨，十年前你已经得到了。你替玄哥疗伤，便是对辟邪族极大的帮助。后来又为他去不周山寻找伤药，若不是因为这些，怎会一直停留在天禄城？可是，我终究没能找到完整的龙血草。我在这里待了将近十年，和这座城的过去相比，自然短暂到不值一提。但我对他，也投注了许多悲喜。大战既临，我不可能会独自离去。感激的话就不多说了。要是魔真的攻破了这最后的屏障，我和王族的一些战士留下，请你随同其他辟邪前往古错回廊下的空间裂隙，想办法到人界与王上会合。他们中间有许多伤者，还有不少幼崽，你跟着我也能多一份安心。可你们留下，总归要有断后的，说不定还能等到雨林和蓝象他们。若是等不到，也无所谓，便在这座城里同生共死吧。来了。王上，你伤了？王妃他们去了古错回廊，雨林大人守在剑术断后，我们是随同蓝翔大人出来寻找失散的孩子们的。发现了孩子们，蓝翔大人追了上去，请您快去看看，我担心。大人，蓝翔大人，皇上，皇上，您快来救救蓝翔大人！你终于回来了，很吵，快把这几只领走。你的伤。当时子幼房被袭击了，我们就散开来，没能赶去古错回廊。蓝翔大人是特地来救我们的。
然后在这里遇到了很多很厉害的魔，蓝香大人为了要护着我们几个。闭嘴，要是这种时候都不能保护你们这些弱得要死的小鬼，那王族还有何用？给我好好活下去吧。你可不要真的败给那些魔族。现在有很重要的事必须赶去乾坤镇书，古厝回廊离这里还有一段路，我让两名战士送你们过去。回廊，把年幼的辟邪带去最下层。王上，王上，玉林大人离世了，他伤势过重，实在无法救回。玉林，他有没有说什么？他说他先走一步去找玄歌大人了，请您不用挂心。还有，以王上您的性子，即便不说出口，心里也一定会愤恨自责到无以复加。此事并非是您的过错，请您释怀。
是我们的王吗？您是天禄城的王呢，您为什么不来先救我们？云无缘，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雨林死了。我们总算在花时节前赶了回来。大人，已经去通报过了，可姬轩辕大人眼下不在城中。我等他回来。世人还说，您的父亲蒙居三天前从百神祭所回到了永雄，他希望和您见上一面。另外，您的母族戴族也派了人过来，他们打算依附永雄。你让世人从我的粮食里拿一些送给蒙居的妻子，见面就不必了。顺便告诉戴族，明天早上我会去找他们。是。原来那就是缙云大人，他老穿着甲，我还是头一回看到他长什么样。大人卸甲之后，倒不像别人说的凶杀。回去好好守门吧。你要是做大人的对手，等你感到杀意的时候，脑袋都不在脖子上了。谁还要来？隆冬大人，请和我比试。哎，先等等。哎，撒小辫了，我要跟你打一场。这人是谁？赶着花时节过来的外族人吧。喂，隆冬大人可是我们皇帝麾下皮部的头领，不是一般的强。我这个借给你吧。不用。你什么时候也玩起这种街头之戏了？这不快过节了，大伙热闹热闹。游龙大人，打飞他！你是我们有熊最强的战士。有熊最强的战士？不行啊，这人就特别崇拜我。哦，可惜这算好帅啊！你终归要打完了，你再说这话。会不会输的是我？招式很帅，可是
OK， 没有必要，很好。又输了，这得有上百趟了吧？就没赢过你。散了散了，今天不打了。荣东大人，这人是谁啊？你认识他？别族的勇士有这么厉害的吗？何止我认识，你也认识。玩了大半天，饿了，走，请你吃东西。我还有事。那晚上总有一顿。我把兄弟们都喊来，老地方见，你可不能不到啊。年轻人，你也是趁着花时节过来的吧？是不是正在找活干？你是刘族的货人，看来我们的声名还是传得挺远，大家同是别族人，你就帮我个忙呗，把那边的三样东西给买他们的人送过去，不让你白出力气，我给你三个预备。这可没什么难的，别犹豫了。嗯，走过那么多地方，有熊是我见过最大的城。听说花时节开始后，很多部族的人都会过来，这趟一定能赚到不少鱼贝。这是你们买的吗？哦，是我的东西，那个货人果然按照约定又打磨了一下。等等，我们来有熊二十多天了，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？我一眼就喜欢上你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是如才，我阿父是积水沿岸所有部族里最厉害的做陶人，以后我能比他做得更好，你跟我回去集霜吧。如才，你刚刚还跟我们说你只喜欢战无不胜的缙云大人，怎么转眼就瞧中了别人？缙云大人只是个传说，我哪能随随便便见到，当然是得抓住眼前的。可惜他不喜欢我，连名字都不愿意说出来。人帅真好。妹子，我答应你，跟我走吧，跟我走吧，妹子，妹子，妹子，我来了，我在这里，我就是缙云啊，我就是缙云，各位知道我想干嘛吗？怎么，好吧。怎么能这样？你的兵不是应该分一些守住这几个房子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守？我的兵比你的多，全派出去很快就能胜了。万一我分出人绕到后面偷袭你的房子呢？仓颉，菊颂，这是你们买的。缙云大人，您从绝山部回来了。我想到了，我可以让这些房子里的人也一起出去战斗，就算你毁了我的房子，茅草盖的也很快就能再建起来。还是不对，说好了每个人手里不全是战士，也会有不能打仗的，你的人怎么能全部上战场呢？那我就得留下人一直保护他们。缙云大人，我要是在战场上，我真的可以留一些战士去保护这些人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在离罗部，如果有别的部族打过来，我阿娘他们也一样要上战场的，没办法的时候，弱的人只能被丢下，就像刚出生的小孩，要是哭声太小，
也会被丢到外面的山谷里去。我有过一个妹妹，就是这样不见的。阿娘哭了好久，可她也说，这才是对的。粮食很少，得让更强的人活下去。后来我们来了永雄，才发觉好像也不全是这样。每个部族都过得不易，千万年来人族用了许多法子才延续至今，谁也没办法去说这里面的对错。有熊当年也有过同样的困境，但只要努力都会慢慢好起来。锦云大人，而且有的时候强或是弱也不能只看战场之上。那还有什么？你们可以想想，论武器，渔夫和熟吉都不是我的对手，可我若是受了重伤，自己救不了自己，渔夫手底下的医者却能把我救回来。再说种地，我、吉轩辕、雷总，我们所有人加在一块儿，也比不过熟吉教出来的那些人。有了更多的粮食，才能养活更多的人。再厉害的战士，总得吃饭。我好像有些明白了。那是不是说，有一天我们也会有胜过缙云大人的地方？当然，你们现在跟在姬轩辕身边学习文字和技术，总有一天认识的字会远远超过我，然后他还会让你们造出更多新的字。他以前和我说过，异族没有完整的文字就谈不上真正的统御。你们不会知道有熊到底有多少人、多少粮食和多少兵刃，这些人和物都是什么样子，也就不可能准确地去调配他们。这样的不足根本不能算是真正的强大。原来大人让我们学的东西这么重要。那会不会有一天我们能比神仙还厉害，也可以在天上飞，在水里住，一跨步就可以到大地的另一边？只要努力终归是可以的。不过你和我活着的时候是看不到那一天了，我们之后的很多代大概也没法看到。那也没什么，不管过多久有人能看到就好了。是啊，在那之前先把眼前能做的做到。有熊和我们寄望中的有熊都还差得很远。缙云大人，他犯了什么错？这个人在王宫前辱骂姬轩辕大人。你们忘了当初天瑶是怎么毁灭的吗？是因为两个仙人在云上争斗，500年来人族最大的城就这么没了。神仙之祸古来有之，你们竟还要修建百神祭所去膜拜神明。都说姬轩辕是人族霸主，我看他根本比不上当年的蚩尤和龙渊。我听说西面的蛙族被同一座山上的板族打得几乎灭了，去年冬天还是靠着从有熊求去的粮食勉强度日，连族长的食物都要省给祭司和他的弟子们。没想到倾全族之力供养出来的竟是这样的蠢人。你说什么？你这走狗！不用处死，饿上10天，让他知道能填饱肚子是件不容易的事，然后丢回蛙族去。是。你买的古刀？淮西买的，他自己去霍人那里拿了，大概是和你错过了。不知谁这么厉害，竟能让你送东西。顺手罢了。我刚才隐约听见门外有些吵嚷。蛙族的祭司斥骂有熊修建百神祭所，还提到了龙渊。真是白费了姬轩辕的一片苦心，这就是你们所追逐的东西？你明明知道不是这样。有熊已经比5年前
大了一个还不止。接下来就要联合其他部族一起建立轩辕丘。有失果腹，有一必生，这些在西陵也是一样的。可西陵只是人族的意志。说到底，你们都太心软了。吴昭，你生而强大，自然不能明白许多人的困苦。你和雷族也是强者，原本不用过得这么辛苦。活在世上，谁都辛苦。雷祖是一族之长，看得比我更远。我和我的战士却只是兵刃，就算可以削平天下，仅仅征服也还是不够的。新生要比破坏难得多，这些就只能交给姬轩辕了。他可以做到我们做不到的事。你太看清自己罢了，每回说这些便也说不下去。我虽然不赞同，但你和雷祖觉得值得就好。话是这么说，真有事了你不还是会帮忙？但我也不会永远守在西陵。过些年我会考虑收个弟子，若是他能接过鬼师之位，我就动身去寻找乌之国。就是你说过的乌之堂的祖先所在之地。不错，听说戴族在很久以前去过那里，要我帮你问问吗？我已经找过他们了。700多年前，名为天海和比目的战士回到族中，没有谁知道这两个人在乌之国究竟遇到了什么。戴族人也渐渐不再提起乌族。戴族真的不再会被其他力量侵染了吗？正相反，他们只是被一种更强的力量侵夺了。什么？乌之血。戴族既然可以承受别的灵力，自然也可以承受从巫族那里得到的乌之血。他们的体质并非有什么变化，只是因为乌之血十分霸烈，使得别的力量无隙可寻。仅仅是猜测罢了。你的身上也流着一半戴族的血，下回我可以仔细查查。不用费神，如今的戴族似乎无法唤起乌之血，他们昔年饱受灵力之苦，像这样倒也没什么不好。我和怀西他们路过红沙族的时候换了些东西，有一份是给你的。不是又像上回那样亮闪闪的玩意儿吧？我可用不上。上回那些是思维乱抓的，这趟出门我们让他留在西陵看家了。吴昭，北洛燕陵和天禄城可还在吗？好像一直在做梦，我梦见雨林死了，有禁卫过来传报。那不是吗？天禄城怎么样了？你的妖力笼罩了全城和光明野，这一次侵入的魔都已经灰飞烟灭，霓裳他们也很快就把局面稳定了下来。我想马上见到霓裳。霓裳事态重，行动会受到一些影响，